程耀先生这么热心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在追李希。谢谢您，没事吧？肖总，程耀是弟弟，别乱开玩笑。哦，是弟弟啊，是我误会了，抱歉啊。哎呀，又不是亲弟弟，现在可流行姐弟恋了。 王哥，你说的对。没有，我知道，因为网络视频的事，你一直看教育程度说，那现在是我们的甲方，稍微收敛一点。老肖，平时看你运筹帷幄，没想到你有这么幼稚的一面。哎，西西。 听说你前几天生病了，没事了吧？没事了。啊，药吃了吗？什么药？啊，云溪不是生病了吗？我给他买的药，叫了闪送。 所以那些药都是他送的，包括痔疮膏。哇，肖总，你真的是太暖了，有你这样甲方啊，真的好幸福哦。哦，哈哈，原来是肖总送的呀，肖总人真好，我们当时工作群里还在讨论是不是希姐的哪个爱慕者送的。哦，哼。 肖总，我有个问题，就是我那个记者朋友，就是问过您感情生活的那个，他又托我提问了。是这样，我们希望呢，大家把注意力多放在我们雨衣的产品上，而不是肖总的感情生活上。没事，抱歉。没事，但说无妨。谢谢肖总。肖总，我跟了你那么多年，没听你提起过啊。 快说快说！其实吧，我当年去国外，就是因为他。其实是因为他觉得我不够优秀，所以离开了我。啊？大叔，啊不。 肖总，原来你是被甩的那个呀！他如果知道肖总现在那么优秀，他肯定会后悔死的。那，肖总，您还喜欢您的前女友吗？这个，肖总，千万别吃回头草啊！回头草怎么了？没准你们当年分手的时候，另有隐情。是吗？当然了呀。 你赶紧去追回来吧！没准等你呢。你是说，他还在等我？说不定啊，肖总，你有没有打听过他现在是不是单身啊？据我所知，是的。你看，哎，分手8年了还单身，这不等你等谁呢？赶紧回去吃回头草呀！肖总，虽然他当年甩了你，我很不爽。 但如果你真的要追，我也得听你的。程耀，我问你个问题啊，你说我怎么才能把他追回来？看啊，嗯，写信、送花、逛街、看电影。程耀，啊，闭嘴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不是，这不是肖总想要追求爱情吗？我不得帮他出出主意。 肖总的个人感情生活，我们做外人的不要瞎掺和。怎么能算是外人？以后我们还要深度合作，不算吧？嗯，见好就收。去哪儿有东西？我也去。我来开吧，正好顺路。
要不要一起？不用了，我送他。行，上车吧。哎，今天晚上要不要学滑板啊？我给六六他们打电话。我还是觉得倒立比较解压。你也喜欢倒立？也。对啊，妍希特别喜欢倒立。可是我觉得倒立会让脑部充血，我觉得不太好。你以后也别倒立了，多老派啊。妍希，你觉得呢？还行吧。哎，程耀，也不怪你觉得老派。我教我前女友倒立解压的时候已经是10年前了。哎，10年前你是不是在中考啊？肖总，你怎么这么喜欢提你的前女友啊？有吗？没有。怎么没有？他今天都 Q 了2次了。哎，程耀，嗯，觉得你刚才说的有一点特别对，我是应该努力争取一下，说不定我们就可以破镜重圆了呢。你明白就好。你觉得呢，林夕？我没有觉得。还你钥匙。肖总，借一步说话。我知道我没有资格去管你的言论自由，那也希望你说的话不要引起大家的误会，行吗？抱歉。如果我之前的拒绝让你感到受伤了，我跟你道歉。但是我希望……我知道。以后我私底下追你。不让别人知道。还有事吗？你觉不觉得这个肖总有点奇怪？什么？他一直在跟我们提他的前女友。他是不是想通过我们的嘴把这些话传到前女友的耳朵当中，然后啪啪打脸啊？春阳。嗯。我就是肖一成的前女友。